会员们卷起衣袖进行打扫工作。仁爱公园是埔里镇指标性的大公园，每天在此散步及运动的民众频繁，为营造良好游憩环境，并推广运动风气。南投县体育舞蹈推广协会特别举办亲子亲近家园活动，希望为埔里镇融进一份心力，维持环境清洁啊，对，还有带小朋友来认识环境，那个就是干净整洁，看起来舒服啊，也比较不会滋生蚊虫那些。真正吼热心哦，大家吼，安尼扶老师哦，请给咱的仁爱公园周边的所有的吼，这个环境啊，把垃圾啦吼，捡个清气清气吼，啊，涂骹啦垃圾嘛，给扫个清气清气。登革热疫情不停歇，此次也特别针对登革热防治加强宣导，呼吁大家应加强屋内外环境整顿，清除积水容器，共同防止滋生源。积水的这个容器啦吼，壶啊啦，也是讲吼汤啊啦，啊是咱的吼这个瓮啊吼，咱你电话爱赶紧把这个水哦倒倒掉吼，利用这个机会呼吁咱所有乡亲吼，对着咱这个居家的环境卫生，咱嘛爱来注意，咱莫小看一只蚊子吼，咱家己厝内顾清气上吼，啊这就是顾出咱的健康吼。由议员许阿甘致赠红包，感谢嘉美社区康复中心的学员帮忙环境清理。看似简单的工作，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而言，都是走出户外接触人群，靠自己双手发挥社会服务的机会。那参加这活动，除了促进他们的身体的健康之外，也让他们能够在心理上更健康，能够来回馈社区的民众啊。希望说能够有各种多一点的活动啊，让我们的学员可以有多一点的机会来跟民众、社区民众有更多的融合，更多的参与这样子。活动结束后，大家一起跳舞。南投县体育舞蹈协会成立时间已经有十多年，会员人数超过上百位，提供妇女朋友们一个学习运动及交流的平台。议员许阿甘也鼓励更多的姐妹们一同来参与，让自己越动越健康，保持青春有活力。民意新闻洪以伦埔里采访报道。